平常时上课威严老师为着这场儿童节活动，一旦讲是无计较形象来演出。主持人打扮做红油甲太监，演出老师用变古变怪方式来表演，和整个礼堂是笑声不断。下面，啊哈，看到了，好清楚哦，中达老师的内裤是红色的。这个镇中山国小提早庆祝儿童节，平常时形象端庄老师今日拢成了艺人，演出的效果相当好。这款牺牲形象的表演，就是希望让这镇国家未来主人有一个无同款的感受。小杨老师在表演了，表演小杨表演的，就好像回到大学时代的感觉，带活动这样，就还蛮开心的啦。很感谢校长给我们这机会哈，就是让我们就是。小朋友的快乐是一时的，可是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就是在这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成长，这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愿望。这样，为了这场活动，这林老师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活动内容。伊到活动演出的时阵，才知影这老师是怎样趣味，都在多个一面。透过老师的表演，让孩子深深去感受到，有形的礼物是让他们快乐一时。但是老师的爱跟关怀，希望孩子能够一生幸福。所以，我们的老师已经排演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更衷心期盼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中山国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每天快乐的学习，也学习快乐。中山国小因为经费有限，因此想出了无同款的儿童节。因希望学生感受到老师对因的疼惜，是比摕到儿童节礼物还更加快乐，还更加幸福。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